本影片为个人经验分享，并非专业教学，敬请见谅。Hello， 我是单犬酱。相信点进来看的你们，大部分都被课业困扰很久了吧？也有些人虽然最后考上名校，但是读书那真的叫一个痛苦。但是为什么读书一定要那么痛苦呢？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我的经验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台清交、哈佛、耶鲁，没办法号称学霸读书法或专业教学，但是我高中时期的确在我的课业里面找到乐趣与成就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其实第一点蛮重要的，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读书。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读书的话，读书就是一件被迫去做的事。那时候我是高职体系的，考上第一志愿台科大便是我为什么要读书的动机。在台湾升学虽然是一种很一般的目标，但是如果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，还是好好升学好了哦，那就是一种目标啊。另外就是特定的内容可能引起你的兴趣，多往外走，你会看到一些课程里面有提到过的东西，也不一定是好啊。这时候当你看到那东西本人，哇，这种心情完全是不一样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如果你的目标已经很明确的不是升学了，那我这边也建议你就专心往你的方向前进吧。可能是为了减少未来会虚无缥缈的忧虑，或是积极的朝自己的目标前进。不管做什么，希望大家能尽早找到自己的目标哦。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我在念书的时候，人会呈现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状态，对自己的世界。如果有外在因素影响我在自己的世界发挥的话，对，会整个暴走，然后不念了。所以现在要来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进入状态。首先，深呼吸。废话哦。啊，如果你读书前的时候还在听我说谢谢你。哦，那真的不要马上去读书，千万不要，不然的话就会在那边听我说谢谢。OK， 所以第一步，先简单的设定一下今天的目标，达到一个平心静气的效果。第二步就是要远离干扰源，推荐大家去 Play 商店下载什么专注叉叉，没有业配，所以我也不想讲是哪一个应用程式。设定大概1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它在倒数计时的时候也会锁定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式，防止你被手机干扰。你看这有没有很像某个贴在墙壁上的香蕉的艺术品？好啦，这时候你大概就可以开始专心了啦。通常过不到1小时就会觉得开得很累，或者是精神涣散，非常的正常，不用担心。休息一个5到10分钟又可以继续循环了。刚才讲的都是控制自己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适合读书的环境，像哦，这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当一个翘家的人。图书馆是个好地方，不要再忍了。还有周围读书气氛的加持，然后累了就可以睡觉，也可以去玩龟字面，吃玩龟字面更超烂。这样子我可以从他早上9点开门读到晚上9点关门。还有啊，其实我很不喜欢那种你去学校强迫你念书的假日自习，状态好的时候还好，但是你很累就不能休息，因为老师会在你旁边走来走去。单拳将精神不济，站起来是可以去洗脸之类的啦。啊，我就想睡觉啊，不行哦，我觉得在那边盯，既不能好好读书，又不能好好休息，很没效率耶。个人看法，个人看法。以上内容是强调自身状态与环境的重要性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怎么念才会快乐吧。嘿、hey, ，现在要来讲一些撇步。其实学习最强调的就是把自己融入其中，把课本上的叙述当作是你朋友在跟你聊天，然后你还可以去评论他们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在看一篇课文的时候啊，这是传统的抓重点法。其实图像记忆是人类比较容易记忆的方式，这些小字对我们来说都是哦密密麻麻的内文，不想看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大纲都写成大字，会起到跟图案一样浅显易懂的效果。所以我们抓完大纲之后，再用传统的重点法会更好。那如果我们把它画成图像，那不就是图像记忆法了吗？所以第一段，单犬开了一家店，他好可怜，还跟银行借钱。第二段说明单犬用了什么方法来赚钱，靠着彩彩这个好品牌啊。最后一段说明它的成效，赚得那盆满钵满啊。所以你就会从单犬和彩彩和浅浅的图像去记忆它的内容了。接下来啊，你要把这些内容当然是朋友在跟你分享故事嘛。一开始单犬很穷，所以要借钱。啊，你好可怜哦。接下来彩彩作为品牌的力量，吸引众多消费者。对啊，彩彩比较可爱嘛。哪有，明明就是我。所以单犬利用品牌的力量和价格促销方式吸引消费者。接下来就是单犬赚的盆满钵满。你一直搞都赚的比我多。
透过自己解读、自己创作，并且把自己带入，会成为长期记忆哦。另外，针对比较没办法成为故事的内容，像是英文，同样的道理要融入日常生活啊。It's so hot. Why don't you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? You are just turn off my monkey. 哦，托尼，你死定了！你说班导是猴子。你也可以多听一些英文歌。Listen to me, thank you, because of you.或是像理论的东西啊，你可以把它拟人化，这样子书上就充满了你的图像记忆。你怎么课本画乱七八糟的？这就图像记忆啦。温馨提示，对老师要有礼貌。接下来来到了上课的时候，其实上课呢，如果可以尽量要踊跃发言啦，这些知识会透过你的思考和你的肌肉再次变成记忆，而且答对还有成就感哦。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念书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做题目，它可以帮你找到你刚才读的，你有哪里没有读到的。哦，写错了，不开心。我画我画，整份试题都变我的心情日记耶。我有一次很不爽，就在数学考卷上面写脏话，但我忘了，而且我还去问班导数学，结果被他看到。最后一个方法建议，就是你在背英文单字的时候啊，你可能有20个单字要背，你就想说1到5天，一天背4个，但是那个单字只要留在你脑袋里面，一天考试的时候你怎么会记得？我建议你这5天每天都背那同样的20个单字，就跟洗脑一样，跟首歌一样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说到心态啊，个人感悟蛮深的。我曾经对于未来要做什么感到迷茫，在那边着急空想。你们问我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吗？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解答，有的时间焦虑还不如拿去读书勒，对吧？其实在负面情绪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利用转移注意力这招来让自己不那么痛苦，像是失恋了之后你就会狂工作啊。所以我们如法炮制，用狂读书来解决你的焦虑问题，不然你也可以静下心来，然后检讨自己，找到合适的方法。除了读书以外，其他事情都抛诸脑后吧。我为什么可以这么笃定？因为考不考都没关系。当你快要考试的压力很大，告诉自己一句话，又没有要拿满分，错一题两题不会怎样啊。历届大考满分都满是1/1，我对得起我自己，福报自己会下来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每日进度可以视你当天自己的状况来定，可是不管你有多累，一定要完成，绝对打死都要。耶，今天的影片内容终于做完了，好累哦。在正式结束影片之前，帮大家整理一下本集重点。念书不能无目标，读久不如效率好，放轻松才是正道。如果有任何问题我能帮得上忙的，都可以来私讯我的 IG， 现在还有时间，祝大家金榜题名。如果觉得这部影片有鼓舞到你的话，拜托帮我按个喜欢吧，也拜托留言和订阅支持我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